好，一样是配方法的题目啦，只是说它的题型有时候会这样问你而已，更简单哈。S 平方减八 x， 我没有破音。x 平方减十八 x 不对，你就八 x 啊，不就很棒棒？你个人，你个人有问题。减十五，再来一半的平方，那就是四四十六。啊？四是十六啊，加十六。你要跟我讲加十六啊，你要讲白话文啊。所以左右都加十六，啰嗦。所以 x 减四的括号平方就等于负十五加十六叫什么？一。所以我再去对照就好了。那 p 就等于多少？减 p 等于减四 ，p 就等于四 ，k 就等于一，没有难度 ，OK 吗？还有，这一题我想要做一点点小补充哈。如果未来请问你这个的解，我说都是先用什么去思考？十字教程。嗯，十字教程不行，我再用配方法。嗯，为什么我会特别讲一下？因为其实这一题如果你用十字教程就出来了，因为15是不是叫做3乘 5？ 三。x 减3乘上什么？哦。s 减5等于什么？ 0。所以 s 答案叫做3或者是 5。能十字交乘当然就用十字交乘，差很多。OK，